零下十几度的天气哦，这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够不够治愈啊？好，来师傅，今天咱们去一家藏在马达菜市场里面的一家地摊小店，是我们所吃到的一个宝藏小店。他们家这个牛肉面店呢，已经开了将近有20年时间了。然后我记得我一开始吃的时候好像是2块钱，但是有几天没来了，这也算是重温了吧。姐，牛肉面有没有？2份清汤。牛肉面现在多少钱？8块钱。红烧呢？肉的。红烧还没做，那就2个清汤。现在都天天开是吧？这平常都是把炸一天嘛，是吧？几天？多少了？100多到200呗。哎，可以呢啊！这夫妻两个人嘛，夫妻小店，感觉这种感觉还是挺好的。你四个人点了4份牛肉面。说实话，零下十几度的天气啊，这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够不够治愈啊？看这一碗8块钱一份牛肉面，看实打实的肉馅，厚厚的是吧？一清二白，三红四绿嘛，什么来着？味道全不全？好吃才是王道。老规矩，浅尝一口。咱感觉云里雾里。就这样，我就啥都看不到，我就猜呢，我在哪？烫哎，这个天气啊，不要说味道，就这感觉就已经赢了。它这汤底依旧这么浓厚。你知道吧？就这样天气，你看这个烹饪，是一个很简陋的烹饪，然后有塑料这么一支呢，觉得在这种底下吃饭才真正香的。依旧还是小时候那个味道感，这小时候敢把炸都是一顿牛肉面，然后来一桌烧烤、烤肠、烤肉那种，满满的都是。就是啊，我这有2个加面。老板，给2个加面。2个加面，是不是还是小时候那个味道？一点没变是吧？对，其实就像人生一样，其实吃饭啊，吃什么不重要，只是在哪吃，跟谁吃。兄弟们，看一下哎，这么大的烤肉，一串一块，肠子感觉都一样。这个烤肉可是我从小时候2毛钱吃到现在了。就是这个味道啊！好的，师傅，您知不知道被居家100多天的新疆人出门第一件事是干啥？先找一个烤肉摊摊，逮逮都弄上一顿。看一看我身后这个景象就知道了，这个烤肉炉子被围得水泄不通的，就看到烤肉的烟缸，闻到烤肉的味道了。海麦斯，感受新疆。海麦斯一样吗？一样的。哦，便宜过。农民烤肉嘛，农民烤肉的。先来个20串子，10个杆子，10个肠子。辣孜然多一点，现在一天的话多少卖呢？1000个位吧。2000个。哦，天天有吗？现在每天都有。我要来唱一唱。新疆的惯用语，不辣不要钱，不香不要钱的，全部一块心、肝子、肠子。
用三轮拉能过。我丹丹，我们从小时候吃到现在了，这也算是一个回忆。现在不熟，跑掉的话咋办哇？我跑掉。我看这老板直接一码子肠子，一码子干，一码子空子呢，还是跟不上的。兄弟们，看一下哎，这么大的烤肉，一串一块，肠子干子都一样。这个烤肉可是我从小时候两毛钱吃到现在了。老规矩，先尝一口。就是这个味道啊！你要说不和村里面家真吃不上。哦，那么狠啊！太那个了，说实话，都没尝出一顿东西，羊肝子嘛，牛肝子。看看，都觉得扔签子呢。其实老板也不知道到底吃了多少串。先说实话，这就是啊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，这种感觉太好了。你看啊，这围着烤炉，围着烤炉吃的啥感觉啊？凉了可以热一下，跟在家吃一样是吧？说实话，这种感觉太爱了。好了，兄弟们 ，respect。男士们，挑战100块钱点一份新疆炒米粉，看看老板会给咱们上啥。走着。哦哟，就上面这层酱哎，已经让我馋得不行了。包装包还没有人吃过，要是出问题我们吃了。没事，刚上课的号我已经挂好了。炒米粉。有吗？有吗？有。你要吃啥样的？一份多少钱？不一样，有鸡炒牛米粉、牛炒米粉，18、20都有的。18、20的是吧？对。胖子，我给你100块，然后你给我做一份新疆炒米粉。100块？啊，我还没做过呀。没事，你没做过，我也没吃过，都是第一次。那就试，给你做一下。啊，试一下。卡罗曼斯能加的全部给我加上。你要什么辣子？有什么辣？微辣、中辣、爆辣都有。最辣的。那就爆辣。爆辣是吧？对了，今天外加一个挑战。挑战烧红爆中爆是吧？爆中爆还没有人吃过，要是出问题我们吃了。没事，刚上课的号我已经挂好了。哎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中国新歌声是吧？说实话，今天真的是个逆风天气啊。这现在是要煎鸡蛋是吧？这是我们的吗？对。有了这个煎鸡蛋，我们这个炒米粉，咱们这盘炒米粉也算是高配了是吧？对对。看一下我们的食材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啊，煎蛋打底，青菜，然后泡好的米粉，藕片，煎叶豆腐，泡好的年糕，芹菜，青红椒，葱段，然后酸菜，就好像自己在家做的即视感又出来了是吧？西红柿酱、辣椒酱，是米粉酱吗？米粉酱。哦吼，这满锅红哎，看着太有食欲了。哦，这煮的是吧？煮过的。煮过的年糕。我已经感受到了这个硝红爆中爆的威力了。爹爹爹的炒米粉出锅了，还有食欲了吧？你们的炒米粉 plus max 来了啊！这装大盘鸡的盘子嘛，草率了，草率了。哦哟，就下面这层酱哎，已经让我馋得不行了。哦哟，哇！老规矩，先尝一口。嗯。哦，它这个酱特别浓哎，直接一口上头。我估计这一块你吃完就菊花弹满地伤了吧？伤敌1000，自损800嘛。
嗯，不过话说他们家这个酱超浓哎。嗯，这算什么？裹满酱的牛肉，兄弟们，香麻了呀！哎，我的炮弹嘞，不会又是蛋碎的一天吧？真碎了，碎成渣了。把它什么吸满汤汁的煎蛋啊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我咽口水的声音。哦，这煎蛋太歹了呀！嗯，哎，留着，这还一盆呢。差不多了，直接怼盆干了。哇、哦，爽！阿达兄们，这么一盆100块，你们觉得值不值 ？Respect。